情赞助你第一次约会啊。你平时都很少穿裙子，你穿上这个，林超一定会喜欢的。蒋娟娟，我们房间的电水壶坏。你今天和往常有点不太一样。这么明显吗？有。我喜欢。我只是出来上厕所了。你当没看见就行。啊，那我以为我上厕所就柜台的吗？我不是那个意思。那我以后睡前少喝点水。不是，他的意思是这是个意外，以后不会再有了，你放心吧。哎呀，但这事儿总不能憋着吧。行行行，老常，你还年轻，有些时候能忍就忍一忍。